观众朋友晚安，我是廖小军，持续锁定今天2月21号，在星期三晚上8点30分为你播出《新台湾加油》。观众朋友，大家都知啊，吼，昨是旧历的初五，啊，今天是初六，其实伫传统的习俗吼，拢是大家吼开始上班啦、开工的大日子，甚至讲真侪小朋友吼、小朋友啦、大朋友，今天是拢已经开学了。 不过吼，这个这么浓浓的过年的氛围里头，哦，大家现在就惊，吼，都是地震。虽然说爸爸妈妈都讲，啊，嘿，吼，迄个牛吼，咧翻身啦，吼，啊，就要听听就好啊，就过去啊。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当然，这个都不是科学化的一个证据所传达出正确的一个讯息哦。因为伫昨日吼，就在前天，昨日暗时，差不多伫10点47分的时候，哇，一个地震啊！这边地震啊，震央是伫都位咧宜兰县的大同乡。 而且这所在呢，伫昨日暗时规模是5.3吼，那宜兰在牛豆呢5级，像是在新北的五股呢，桃园4级哦，4级哦。你也可以讲，伫咧过年进行，差不多有点2礼拜吼，2月6号，迄时花莲的大地震规模是6.0，震出了台湾许许多的问题，当然也震出了几个瞬间爆红的民间地震达人。 啊，很多人会问，2周之内哈，为花莲啊个地震加宜兰哈，哦，安尼震不完哦，甚至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啊，强震主震都还没有发生，到底宜兰前天一震之后，这代表是说我们的民间达人呢神准呢，还是说他们都是在制造恐慌啊？无奈汉尼都后呢，可以预测吗？比如说有人说在地震之前看到了地震云。 啊，有人说哦，在地震40分进行哦，他有听到什么？有听到地铃呢，有地名的声响呢。啊，没有多久哈、哦，真的就发生大地震了。这真的是可以预测吗？当然，今天，包括几位关键性的来宾，在我左边是谁呢？是吴祥辉老师，在我的右边是谁呢？这是姚立明老师。他们两位在过年之前，对于首都大战。 都有非常精准的一个预测，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打抱旗吼，国民党哦，做贼人不要信命，拢要算呢。现在又有一个今天宣布参选，前立委会的副主委张显耀，好，赶快开记者会。他说呢，要让现任的市长柯文哲弃职潜逃。他呼吁呢，用选票让柯文哲从台北的政治地图让他给消失。另外呢，宣布参选还有孙大千，孙大千怎么说？他台北市要一个新批，就是不要科批。好，这一场首都大战，我们应该怎么看？好，来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从我的右手边，我的介绍起，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老师。 大家晚安。好，谢谢杨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哈，在今天两位专业性的来宾共同来解读地震到底呢？我们的学术单位包括有资源这些公权力单位，怎么样来面对人民的恐惧？你们有向人民来做说明吗？首先，这是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严宏源严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严老师晚安。哎，大家晚安。好，稍后呢，第三位要挑战他。 会你建议，甲咱讲吼，讲6天之内呢，会发生比花莲6.0更强的地震。他是地震预测研究所的所长林永生林所长，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他怎么去解释呢？来，所长晚安。哎，主持人晚安，各位观众晚安。好，在我的左手边，我连介绍，这是来到我们现场当中，在首都大战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欢迎知名作家吴祥辉吴老师。嗨，大家好。这边要参选，我看馆长吼，有人讲。 哎呀，你无好一条，太对不起他了。他是刘兆豪大哥，赵大哥晚安。小军好，大家好。好，前时报周刊总编辑吴国栋大哥。小军好，大家好。稍后要告诉你长期在跑国民党的资深媒体的呢，一起看在东森非常优秀、很资深的记者黄伟汉，会加入我们的讨论，来看看整个选情的最新情形。首先让你看地牛翻身，这是回到前天晚上10:47的大现场。 地震发生，手机警报器大响，原本还在录制影片，民众瞬间被吓傻。有请，刚才发生地震，发生地震。地震过后还惊魂未定，因为发生实在太突然。19号晚上10:47，宜兰县大同乡发生规模5.3的有感地震，新北市、桃园、新竹分别也有4级。机车在晃。 然后我以为是机车在动，然后后面看了简讯之后才知道是地震，那就很摇，很摇，对，有摇到，有一下很大力。
就很突然啊。不少民众感受强力摇晃，有人赶紧拿起手机拍下家中鱼缸晃动的水面，就连超市里的瓶瓶罐罐也被震得散落一地。就地震了。酒吧里天花板装饰左右晃动，但近日地震频传，有的人早就习以为常。庆幸的是，目前为止没有传出任何灾情。好，这次震央是在宜兰的大同乡，桃园也非常罕见，来到震度有4级哦，当然民众都笑到了，因为呢，桃园属于这个台地的地形，没有活动断层，这个震度一向不大，过去40年来只有发生过2次规模4.0以上地震，上次花莲大震，它桃园这个地方也只有1级，桃园曾经被票选为面对地震最安全的地方，没想到前天晚上这么一震之后，它竟然来到非常罕见的4级，当然让民众非常有感，真的吓到。来，我请教林所长，你曾经在2月8号在新台湾家的节目当中，你当时预测，您说你看到了异常的数字，预测呢，2月6号花莲呢6.0的大地震呢，事实上不是主震，应该在6天之内还会发生更强的，比6.0的一个强震。你当时说是在花莲的秀林乡，现在看起来。在前天晚上是在宜兰的大同乡，这个部分不知道你怎么解释。这个部分就是哈，事实上我们如果看气象局，那个过年前这段时间的地磁讯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它全台湾12个地磁站，只有2个站的讯号异常。那一个就是之前我一直在讲的花莲县秀林乡，可是后来发现另外一个站也异常哦，另外一个站是桃园的爷亨站，桃园爷亨站是在那个。桃园、宜兰跟花莲的交界处，那它其实就紧邻这次的宜兰的大同乡，所以各位如果有看我脸书的话，其实像我宜兰这次震央在宜兰的大同乡，对，然后呢，你说紧邻哪里？那个爷亨的地震预测站，大家对，就是在桃园，它是桃园爷亨站，但它实际上是在桃园、宜兰跟花莲的交界的地方，那这次，所以各位如果有看我这最近的脸书的话，因为我那次发布的预测是6日以内，花莲或宜兰规模6以上到规模7。你2月8号6日以内，等于是在除夕是14号，对，小年夜跟除夕必须你的预测要兑现，就是在不是礼拜3晚上，就是最晚，除夕礼拜4的晚上，可是没有发生，是前天晚上宜兰的大同，而且是规模5.3。因为从2月份开始到目前为止，等于是有感地震63个，大大小小的余震已经来到了480个。那如果我们从2月6号很关键，2月6号当时晚上的11:50，这是在花莲县政府北偏东方18.3公里，是6.0嘛哈，往前推，你看这2月4号当时9:12已经有规模5.1了。好，我们看到这是9:12，那同一天的晚上9:56也来到规模5.8，接着呢9点钟之后的10:13，同样在花莲县政府北偏东方的23.6公里，这时候规模5.5，我们看到这是在，规模6.0之前已经来到有5.1、5.5、5.8。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最强的规模6.0之后呢？之后我们看到，同样在一个晚上的3分钟之后呢，哇，这个是5.0哦，好，5.0，它是花莲县政府西偏南方3.1公里。到了隔一天呢，11:21，哇，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你知道吗？当时我还在办公室，我的手机呢，我收到了地震速报之后呢，我告诉观众朋友，为什么民众对于这个地震这么有感呢？我们的收视率哈。3立新闻的收视率是这样子，就是说它的收视率很多人在关注，可是到了这一点呢，因为给你 data 一块新啊，你知道吗？收视率是这样冲上来的，它是这样冲上来，就是这一分，大家冲上来的，它从原来的100万人口，可能冲到它的接触人口是2-300万人口，可见观众有多么关注这个地震，观众心中有多么恐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来，老师，你帮我们准备的数字是什么？好，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是2月20号，台南起伏站的预测。那像昨天而已。对，昨天。那我们看这个是我用空气电压预测的，
哦，就是我现在在全球20几个站都是用空气电压。空气电压。对，那像刚那气象局也是用地磁，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空气电压的讯号，就是说，它的特性跟我最早期用的植物跟水的电压的特性很像，就是说正的讯号是北方，负的讯号是南方。那我们可以看这个是不是正负都有？哦，那像纵贯南北就是附近的。那其实如果你各地全球各地观测站或台湾观测站够多的话，你只要每一个站都抓那个附近的就好了。嗯。哦，那像你，所以台南，所以这个我就直接预测是台南附近的小地震嘛，讯号小。嗯哼。哦，那通常就是抓3日以内，其实变成说3日以内，那通常也许1-2天是最有可能。哦，那是这样，所以你现在我们节目又在预测台南，这已经发生，已经发生。昨天晚上预测，今天已经发生了。哦吼，结果是高雄，然后规模。今天高雄规模多少？3点几。严老师多少？啊，好像3.3还是3点几。OK， 3点几在高雄。因为刚刚我们上节目前，我爸还特地打电话说你昨天预测的地震发生，我说我知道，刚刚那个。我社团的网友跟我讲，对，就是我们刚刚上。可是你这是在台南呢，那是发生在高雄。对，但是在附近，你看，就是说，所以变成说，我现在就是说，误差总是会有。但是我就说我预测台南，那比如说我就不会预测花莲，对不对？那你怎么去解释你在2月8号说6日之内会发生规模比6.0？当时您说的是什么？是地磁异常，是不是？对对对，叫做地磁异常。对。那你现在所采用叫做空气电压，然后那我们就是我自己全球20几个站都是用空气电压。那地磁异常那个是2个月前刚好偶然可以拿到气象局的地磁资料。嗯哼。那因为这都是相关的嘛，就去研究，然后发现说，它那个超低频地磁非常的漂亮。是，然后这个看我们看，然后就是2个月前，各位如果看2个月前的新闻，那时候是我用超低频地磁，那是花莲变紫色嘛，然后我就预测说7天以内，哦，花莲县秀林乡规模5以上到6以上的地震。嗯，哦，因为我看了气象局过去3年的内部报告，发现说它共同的规律就是地震前大概6天会变成紫色。嗯，所以紫色就是规模5以上到规模6以上。而且因为规模六以上地震其实很少难验证，但是我有验证好几个规模5以上，都对啊。那个时候为什么预测的误差会比较大？就是超低频地磁，我2个月前预测准之后，气象局就把它锁起来看不到。那这个就是最阳春的地磁讯号，这种讯号变成说它的时间误差会比较大，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的时间。但是我请问各位，我们跟气象局比就好了，气象局的预测有没有比我准呢？实际上没有嘛，气象局后来是说不排除花莲会发生更大的地震。可是这是5.3呢，在宜兰大同。对，但是不是你所讲的说会比6.0更大？没有哦，这是就是我的误差。那我们等一下解释，就那天那个大同5.3地震发生之后啊，哦，我就在登入气象局的网站，结果奇迹发生了。之前1-2个月我看不到讯号，突然都出现，这是新竹绿光站，也是空气电压。这个在地震前，实际上我是误判成之前那一组跑了2个月的规模9以上大地震的尾巴的部分。嗯，可是现在地震发后越看越不对，就尾巴的话应该是越来越小，这个不是哦，看起来是前面那1-2个月跑，这个我们可以看，它是从没有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嗯哼，啊，所以然后去看时间呢，我们看时间刚好对了起来。这个是你现在看的是哪一条线？这个线是不是？哎，看最大那条线就好。最大这个线。对， okay， 你看啊，哦，最大这个线是什么？2月2号，对不对？嗯。然后2天后是发生花莲6.1的地震。嗯哼哼。那这个我们看这条最大的线的讯号在哪？2月4号。嗯。也是2天后发生花莲6.4。嗯。就是像这种讯号啊，你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你也许不知道。像我以前，比如10年前刚开始预测电，一开始就是汶川地震前5天量到番茄出现奇怪的电压，嗯，那时候不知道代表什么。然后讯号跑了5天，发生汶川地震。嗯。是这样才大胆假设说。这个讯号也许是那个地震的前兆，嗯，第一次看到其实都不知道的，不确定，但是后续多验证几次了之后，慢慢确定说这个规律是对的。好，所以你现在根据有这个地磁的异常，还有空气电压的异常，还有所谓的低频，对对，低频讯号的异常，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还有看到什么样的数字吗？因为等一下，对对对，这个我们要请各位来共同跟你挑战哈，因为所谓的民间达人，有人说哇，是真的神准吗？还是说你们在制造恐慌？你们是在敛财吗？你们是在造谣吗？哦，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因为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也要肯定，你知道吗？很多的民间的，像林所长，或是更多学术界的人，他们为什么会积极于去在钻研这个地震？无非会希望，不要每次地震来，我只拿到我的手机，
几乎同步或几秒钟告诉我地震速报，就这样子而已。那然后呢，我们有资源有权力的单位，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可不可以提供给我更多的资讯？所以现在你从你依据的这一些元素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未来在什么地方极有可能又会发生地震吗？有吗？现在有看出什么异常吗？我们来 看哪里这个图，我们来看最近的预测。最近预测什么？我们看啊，这个是2月18号，我们看啊，三天前。对，三天前我预测什么？那时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刚刚已经看出刚刚那个绿光站那两个是花莲的前兆，对不对？是。好，那这个一样，我看一样是负的讯号，就是我的规律，负的讯号是南方。嗯。好，那花莲南方，那这个讯号其实比刚前面那个小。嗯。哦，所以这次那花莲南方其实最有可能发生地震，就是花莲了、啊。嗯哼，哦，花莲规模5以上，就是比这刚刚的6的明显小嘛。嗯哼，好，所以我就是预测说3天以内花莲规模5以上。嗯哼，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气象局刚好呢，哦，最近3天那个桃园延恒站的地磁站突然都没有讯号。哦，这有2种可能哈、哦，一种可能是仪器宕机，仪器宕机也是我知道一种地震前兆，就是你那个离震量近的话，嗯、空气电压也好，地磁也好。我说桃园哪一站突然间没有讯号？延恒站，就是我刚才讲延恒站。对，就是在大同乡隔壁那个站，对、oh, ，已经3天。那我就讲，如果是宕机的话，气象局为什么没有马上派人去修好呢？气象局的异常宕机，但通常不会宕超过一天， mm-hmm. 通常第二天就派人去。OK。那第二个就是气象局故意把它藏起来。是，还有呢？还有哪一站？那我们看这、哦、这个，你看我预测什么？啊，你看哦，2月18号预测3天以内花莲规模5以上，对不对？嗯。那事实上第二天就发生，就是那个大同5.3啊。嗯哼。那就是说，你可以注意到为什么会有误差，就是说，嗯，我这个在新竹嘛，对。如果我在大同有一个地震预测站的话，我相信那个讯号会更大。嗯，那我就会把，比如大同有的话，我就会直接预测大同。OK， 那这张该怎么解释？好，那我们看，那这个啊，这个刚好是同一个讯号，就是刚刚只是把时间范围抓一小段放大，让我比较容易看。对，这个刚好是同一个图。嗯哼哼哼，啊，这个是同一个。那我们看新的。OK。哦，这个就是这个是后续反，刚刚那个是预测嘛，嗯哼，那这个是已经发生了，嗯哼，发生的时候，因为事前预测跟事后验证都是要一直做的事，就是说，嗯哼，这样才知道说我前面的预测到底对不对，对不对，误差或误差多大。来，我想请教严教授，地震到目前为止，大家都极想知道，是到底可以预测到什么阶段？因为这两天有人有地名，有人看到地震仪，是，然后地震云魂了哈，天空的云，啊，有人抓到那个地震仪，真的可以预测吗？包括刚刚这个林所长所提供的他依据的元素，地磁异常，还有空气电压，对不对？还有低频讯号等等，来，严教授怎么看？我想，也刚好借这个机会，请问一下林先生，就是说你这个站，磁力站，你知道是什么原理吗？怎么去观测地磁？地磁好，首先地磁怎么观测、哦、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测量地球磁场，但是那仪器的细节我不知道，因为那是气象局的仪器。好，那如果不知道的话，那那个讯号从山深山，因为地磁很怕被干扰，所以通常在非常的深山，很多我们就是选在原住民部落的后山，嗯，所以他一定用一些所谓 ADSL 的一些传输线。那我不知道你知道怎么传输的吗？我想怎么传输？其实你不如问我说，我知不知道手机的工作原理算？就是你要问我一个我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因为我在于说哈，因为我们像为什么我们现在全球很难去用一个站或一种方法去做地震预测的这样？其实我们不太讲地震预测，因为目前说真的还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了哈。那我们就讲说地震前兆，就是异常现象，我们通常不会用一种讯号去研判，比如说地磁讯号，因为地磁讯号在很深山。如果说它的那个讯号我们要把它加强，我们要看清楚的话，会干扰到原住民部落的一些通话。哦，是。所以电信局它不敢加太强，所以它有时候弄弱一点，那弱一点的时候，事实上就会有一些干扰讯号进来。嗯。所以通常我们，我想也不是我们啦，其实全球都一样、啊。不会用单一元素，对不对？哎、不会用单一方法。我们要让更科学化去展现这样的一个知识的话，是用一些比较而且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事实上它的研究值得肯定，但是应该更严谨一点，是不是这样子？对，我想大家研究，我想这是个人的了哈，但是应该要非常的严谨，尤其我相信林先生也是一个蛮高知识分子的哈、嗯，一个你是清大物理系的嘛，对不对？对 OK， 来，是我想这个可能要稍微严谨一点哈、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磁力的讯号，它其实从山上送下来的时候，过去其实我们会去研判。啊，研判。那研判的话，就是说，到底是杂讯是
号还是真正地震前兆的讯号。嗯哼，其实这个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容易。是，来，杨老师应该怎么看？我们的学术单位，我们的相关单位，面对人民这种共同的恐惧，是不是反而杨老师应该在这个时候跟人民多一点对话，甚至站出来多一点解释呢？阿拉伯，老实讲哈，我住的房子是40年、30年，地震来了哈，我不知道说五级，我到底要不要逃？要不要跑？跑去哪里？要躲在哪里？来，杨老师怎么看？科学到今天为止，全世界都是如此，没有办法精准预测地震。如果能够精准预测而不通报，那政府就有责任了，失职了嘛。他可以预先示警地震将来而不做的话，那政府就失职了，他恐怕要赔上大笔的财富。就可见科学现在还不能做精准的预测。那即使是民间，他也是就像刚才教授所说的，以偏概全，就用一部分的数字来预测，来预看啊，来看看可不可以。然后当然十次里面可能有一次两次刚好就中了，这是非常可能的。你说他完全没有碰上，当然也不见得，他刚好碰上了也未尝不对。所以有这么一份资料说，意大利曾经有一些预测，可是他们的气象专家们联合起来来否决那个预测，结果偏偏那一次地震发生了。结果这一群地震的灾民就向这些专家们来求偿，赔了上亿台币的金额。那各位到现在还在缠讼，各位就可以知道。可是你说他的预测偶尔碰到一次，然后你要他来取代科学，科学家的责任说，我如果要说他不像是选举预测，今天选举预测是因为有个民调的科学根据，一家两家三家不行，有四家五家来做对比，这个民调已经变成了非常科学，也会错误啊，他也会有，所以他特别还讲上下有3%的误差，是，那大概有个趋势可算。可是地震的预测为什么世界各国都不敢去做预测的原因，他因为有失误，10次预测里面他可能只中几次，那其他不中怎么办？那若是每一次都这样子做，那是不是让每一次人民都有一些行为上的改变，说我预估下个礼拜啊会有一次大的地震在东部发生，那东部在这一个礼拜就无所适从了，怎么办啊？就无所，他连花东的公路他都不敢动，然后他又预测下次台北在一个月之内会有大的地震，那台北这一个月的金融所有的秩序可能就混乱了。这是科学家不能冒险的。可能有一次预测说我们中部下个礼拜会有几级的地震，结果发生了一次地震，大家都觉得神人一般的精准。是，可是对于科学家来讲，他是必须要负责任的。负责任的意思就是他说出来的话会被出来的话所造成的社会的移动他要负责任。所以那些社会移动，那他如果不能负责任，他就宁愿不说。科学家的沉默是他对于科学的谦卑。所以现代的科学，也许未来10年、20年、30年以后，可以透过很多的精密的仪器或者更多的方式来预测，说未来多久有多少比例，就像我们现在预测下雨，有70% 的可能性下雨，有20% 下雨不下雨，那它可能会朝向这个方向。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个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它按照科学的精准度是不做地震的预测，现在还是能接受的。是，但是我们也希望学术界呢，面对这种人民的共同的恐惧，应该要有更积极的态度跟人民对话，不要固步自封，不要每一次学者都告诉我们说啊吼啊这都叠断层带了吼啊，所以对安呢啊那断层带哎安呢你敢讲啊拢袂太基础啊。对不？不能够固步自封，不能够墨守成规，而不去面对极有可能那么一点点可以达到预测的，不是说地震来了，只是透过我们的手机传达地震速报而已。来休息片刻，首都即将会有一场撼动性的选举登场吗？马上回到新台湾加油。
观众晚安，我是廖小军。将近晚上九点钟吼啊，过年时间吼，先根据你应该四鬼去走吼啊啊，你若住喺台北，为南部去走，中部去走吼啊，我相信你感觉讲吼，还是太车了吼啊，今年有较顺无吼？但是至少说快快乐乐过年，就是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好朋友哈、啊、去这个拜年，会觉得就是很开心。就感觉到很幸福，吃这种甜粿哈，甚至讲跟爸爸妈妈哈回味这个小时候的记忆，做红菇粿哈，我真的是会做红菇粿哦，真的，啊、那种感觉哈，还是讲煎甜粿，好甜粿甜的，我会吃久了啊，你用一寡米粉哈，啊去煎哈，啊软软哈，真的好好吃哈，好啊，婚姻观塞雷怎么见啊？又是客家媳妇，所以很多客家的板条啦。好，这种咒吗？哎，也是都不放过。总之，开开心心过年。暗公呢？你看到这开心的过程当中，大家在想讲，哎，总统啊，啊你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吼，啊你除了讲哇，四月在发红包之外，你到底有在瞧台北市到底民进党有没有人要选无？啊，你有去啊啥做一挂新北市吼，哦，很红的呢，啊不烂的吼，啊个苏贞昌冲冲冲的吼，啊甚至讲。这个瑶瑶配嘛，哈，有没有就问一下说啊，瑶瑶配啊，这个瑶哈，可不可以？他在很努力的跑啊，他最近已经出了三波的新的政见，真的哈、哦，哎，瑶瑶配啊，到底是瑶瑶瑶，会不会瑶出真的首都的市长姚文智？因为这边瑶瑶配哦，你知道吗？啊，所以为艺术的工啊，总统那爹到处发红包，刚母鸭跟他一起发红包呢。来，我们看一下国民党哈，嚯、哦，国民党哇，大家都。挂姓名的算，张显耀宣布参选，孙大千晚上八点钟还有一个 live 面对所有的网友哈。阿姆公呢，你国民党、民进党啦，啊柯P这一党了哈，啊甚至讲加一党哈，共三党，是不是有人要打中国牌哈？嚯、哦，这个首都大战非常有趣，是不是三加一党在力争2018这个首都大选？阿姆公就奇怪哈，我等一下摊开。这些参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要选市长，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共同现象是什么？他们都曾经选过立委，安奈他多好啊，拢落选。为什么？所以今日有人去问吴敦义讲，哎、欸，你这是失败者联盟。吴敦义哦，安尼面吼，我 keep 面安尼就拍款吼。好，我们来看首都的大选。那张显耀选之前呢，哎、欸，见了张志军哦，这个他为了要主导吼。两岸的圆桌论坛吼，他要当这个 leader 呢，啊，那海基会跟海协会啊都不得往来吼，哦，啊，伊也跟中国可以这样子往来，我不知道这场大选到底应该怎么看吼。来，我们现在看第一则的 VCR， 来看这是新春开工的第一天，来看台北市的最新选情。哲和议长握手致意，出席北市议会新春团拜，市长带头，北市官员跟着排排站。我看哦，很多都还在国外，还没回来。我看还在旅游啊。真正好朋友，反而都不要在公开场合见面，你都不晓得，真的。你现在跟绿营关系还是很好？很好，好的很呢。就预期今天不会太多人，不过只剩我一个，也是有点意外。不止绿营整合问题，要拼连任，还得面对蓝营竞争者众多。不止丁守中、钟小平，就连孙大千、张显耀都接连表态，让台湾人以台北为傲。我是孙大千，我在台北长大，我将投入2018国民党台北市长党内初选。We need a pure Taipei。台湾张显耀加油！选在市长官邸前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张显耀身边还要衬托钢铁人和美国队长，把自己当成复仇者联盟。张显耀均取得国家预期之利益，并未造成任何损害。如今也有阴谋论，蓝营参选爆炸是要逼绿营自推人选，形成三强争霸局面。今年工作天第一天，能不能不要讨论选举吧？哎呦，人活在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阴谋好不好？虽然不愿谈选举，但选举年行程都是为连任布局。柯文哲到议会参与新春团拜和议员保刚节，更强调和民进党好感情，毕竟和绿营在2018的竞合关系足以左右他的连任之路。好，我郎公，台北市的选情比地震还难预测哈。来，我敲门，张老大哥哈。你们好像不在乎双北的选情。没有，要不要进哦？非常的在乎哈，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确实是比地震还难预测了哈。不过如果万一预测错，也没有法律责任，没有关系，所以大家是各凭自己的判断来解读哈。像我在小俊的节目，我是最早开始我就主张。
我们应该推出自己的台北市长的人选。第一个立委表态的就是张好大哥。但是我从各种迹象的演变，也包括今天药府秘书长他讲的非常有智慧，然后比较的这种话语来看起来，好像我必须这样讲，如果从政治上判断，应该目前是跟柯P合作的成分好像看起来高一点。我是纯粹从政治上判断，但是我的话，如果党中央问我的意见，我会说要推自己的人选。好，这个人选无论叫做姚文智或叫郑丽君或其他人选，我都认为应该推出自己的人选。那么这里面我们之前都谈得非常的多，就第一个，我们身为中央的执政党，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的理由说在首都的这场选举我们缺席，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是最重要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柯P跟三年多前我们认识的那个柯P事实上已经是好像不同的产品。那我觉得这样在这么大的差异，但是民进党还是很爱他哈、哦。对不对？就是说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分析了，但政治上可能有他的客观的环境啦，就是有客观的环境，所以我必须讲，就是说我个人的主张跟。如果了，我这个预测如果跟地震一样预测不准的话，是不用负政治上责任的。就是说，我希望我们推自己的人选，但是如果中央有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考虑，结果还是结论说还是会跟柯P维持一个合作的关系的话，为什么哈？为什么决定不提名，要继续支持柯P是为什么？那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提出自己的人选呐、啊，如果到最后万一没有提出自己人选的话，应该是。为你一种期待了，比如说我现在看起来跑得最勤的就是要文字跑得最勤嘛，对对。那我们真的很希望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的知名度、接受度能够有一个大幅度的往上升、啊。那个上升也许不是短期内就超出柯P，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有上升的话，那对支持者、对党中央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支柱了。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政治，不是在讨论我们个人情绪喜不喜欢柯P。我台湾我现在真的很不喜欢柯P啊，因为我是要选台东县长，我的户籍就要在台东啊。我如果在台北，我公开讲，我绝对不会，我不投给他、啊。但是这是我的政治上的喜好嘛。但是如果说站在一个中央的一个高度，无论是总统或党主席的高度，也许他有另外全盘的一个考虑。不过我还是要再三的强调，今天这个局之所以弄的，对柯P来讲，其实。伊嘛不要讲袂惊啦，我让他讲得很轻松啦。我说实在，如果真的是三足鼎立，对柯P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冲击啊。但这个如果真的演变成，对，那你这句话，三足鼎立对柯P是最大的冲击。我的意思是，那民进党有胜算嘛？哈，那你们又不提。那我讲的意思是说，三足鼎立就是三个推出来的时候，对，那个人选实力都是相当的时候，至少。还没投票之前，那实力是相当的。我相信对柯P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阿伯亚公伊袂惊啦，他还是会非常的害怕，因为他很清楚，他在2014年的当选，其实是跟民进党的支持是有密切的关系。就当民进党支持没有办法让他足以是也就完全当选，但是是他的选票非常的重大的一个来源嘛。如果伊今仔欠即个个位，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好，但是如果演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相信。其实造成这个局完全是柯P自己所造成的。我觉得他太精于这样精打细算，政治上的精打细算哈，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今天问洪耀福说，你们民进党哈是不是决定放弃跟柯文哲合作？洪耀福说不能跟你们讲，好，不能跟你们讲。来，我稍微请教祥辉大哥啊，所以今麦九岁是安怎？双北。如果台北市被丁守中拿下，新北被侯友宜拿下，我不知道2020那是总统的选情哦，立委的选情难道不会有冲击吗？过年期间我知道有至少两份民调都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哈、哦、六成以上嘛哈、哦、支持提自己的候选人。来，这个局势，祥辉大哥怎么看？咱即马先用拄啊，要好立委讲，是是，正好，嘿，到我呢。在这路安尼吼，做一个例。嘿嘿，因开始拢我认为讲，迄什么吼，迄个老绿男，你拢独派，你翻柯文哲呢？因拢认为安尼啦。哦，对对对。啊，即个我讲老绿男。中生代，中生代。这中生代啊，你看了都清笑清笑啊。啊，我冇无神啊！你严格来讲，我冇神啊！我这是，我这是超越蓝绿的啊！虽然我会系出蓝营，对不？和系出绿营啊，但是我这么主要，我都冇力量从政啊！啊，我社会安尼到处安尼行，你走，我说听的话，敢是有影？恁认为是老绿蓝翻柯P？因为讲啊，因为哦，
讲是对伊的这个跟阿强的这个态度，其实不是安尼尔尔。嘿嘿嘿，还是规个产品、规个人、规个价值观拢变了嘛？我看到伊的真面目啊嘛。这正是一个为什么遐尼多人已经无着忍受的道理嘛。吼，卖讲你解读去讲，哦，有可能是开始上反对的是遐老绿男啦，好不好？哦，遐独派，好不好？老绿男。但都不是这些人在反对你啊，你们去做改。我相信我慢慢的这个代志过去的两三。你这番意思是讲，民进党哪不提名是现在是误判情势哦？对啊，对啊。哦。啊，其实从过去这两三个月，你看呢，开始还是慢慢的变化，慢慢的变化的时阵，那是已经啊三个月已经无同款。嗯。无同款啦。嗯嗯。我相信，啊，但是呢。洪耀福都搞一步尔，蔡小英嘛搞一步尔，伊都无别步啊，伊叫洪耀福去做民调啊。好好。哦，洪耀福去做民调啊。啊，做民调都是。啊，就做出来看是安怎再去做参考。嘿嘿。啊，这个代志其实这个代志，若讲是一个换头的人，伊爱考虑的就是咱拄啊讲的双北。嗯。那么双北，上单纯呢，三秒钟会使解决。三秒钟，你就去台北关解决了嘛？你唔解决嘛？啊，你唔解决是因为你有机会赢到这地嘛？哦，这地解决了的时阵啊，慢慢啊，这样来处理。慢慢解决无人呢？伊拄则讲三足鼎立，要相对要强棒。你民进党先不强棒，先后顺序。他应该先把台新北市这么重要的，伊要先。解决嘛，嗯，啊，这个解决，我三秒钟就解决了嘛。哦，那能够做民调，那能够创啥？三秒钟就解决了，我给大家看一条新闻。对对对，这过年时我们有讨论过，苏贞昌说：“我跪下来扛，吴秉睿我都愿意。”苹果日报，嘿，2月6号，对，好，咱看一个标题：拜托新北市民给吴秉睿机会，苏贞昌，我跪下来扛都愿意。啊！你哪讲的？你看到这就讲啊，苏贞昌无要选啊，伊要支持吴秉睿啊，敢是安尼？是吗？白目嘛，唔捌字嘛。来，咱来看落去，看内容安那写。你讲哪是感觉讲所谓无要选，就是白目啦吼。都唔捌字啊，敢无卫生啊？我支持你教练。哦，是是是。媒体追问，嗯，蔡总统是否有询问？也意愿啊，对对对，我对对对，那你安尼回答，苏贞昌则说总统很忙，当选两年来一直没有机会面对面，安尼看我，什么意思？小英不爱的啦，小英你们，所以你看到这讲苏贞昌不爱算，我看到这我的想法就跟你不同款，我想到杨丽花，杨丽花，新桥北面招三官，该换寿衣回中山，哦，伊就带你进行北路啊，中山区的啊，对对对，哦，放下西凉无人管，一心只想王宝钏，你当干嘛？你想蔡小英啊？我想讲你哪无爱穿？当干嘛？你想蔡小英啊？你把无人管也看了进来，对对对。但他也知道国事如马，总统也做得很辛苦，我们全力支持他，没有打扰他。安尼我都要讲，有的话还有准吗？对，还是从以前啊，我变啊时代的深宫怨妇吼，就要变成城市怨男了。嗯，哎，还是嘛是话题话多的人啊，对吧？甲今仔日咱的动算能力，不然要插小的了。可怜呐、啊，可怜吼，可怜呐、啊！啊，你讲伊的迄种架势，甲伊甲小英过去为了选主席，还是讲要初选，哦，有淡薄的这个冲突嘛？啊、嗯哦，啊，你要叫伊叫苏贞昌敲一下电话，讲要去求见，伊哪会去做迄个代志？哦，伊绝对袂去做迄个。可是为了胜选，要放下一切恩怨呐、啊。哦啊，所以那个看一遍。至于若党中央，我从党中央哦，决定要征召，对。苏贞昌是否会婉拒？对，苏未正面回应。哎呦，好清楚呗，大门跟你讲啊嘛，清楚的哈。啊，后边那些紧缩了。嘿，
啊，大家就是讲白目啊，拢看到无重点的所在，因为政治人物太贤讲话啊，所以一般人听无啊，拢看到唔是重点的啊。重点的像多迄句才是重点，唔看啦，啊，看到唔是重点的嘛。紧说相信给吴秉睿机会，会做得很好，这是我现在最努力的地方。党若让吴秉睿出现，他会很感谢。好，啊，这什么意思？哦，啊，够支持吴秉睿呢，吼，啊，这是咧，啊，都为这个桥就该起码就感觉讲，啊，都吴秉睿，哪会过，啊，都初选都好啊，哦，啊，你爸爸安尼听有无？啊，就是无初选呐，要用征召的啊，对，啊，征召就使吴秉睿袂过啊，嗯，啊，所以唔要安尼讲，是。是啊，那我怪下来扛到伊啊，伊根本都没轮到吴秉睿啊。啊，你三秒钟有影就解决了呢。啊，这都三秒钟解决，这个代志是安尼啦，就是讲，因为一每一人的个性拢有伊的优点跟缺点嘛，对不？我讲三秒钟的意思就是讲，我叫你蔡英文电话举起来，搞起。哎，一六，三一六，哇，叫三一六，我小英啦。啊，有用无？咱来讲一下，我一日要拜托你。是，一定要拜托你。无你，我也是。无你，民进党无你。咱随时见面，好不好？哦，我那马上十分钟以后见面，要你对，有你来总统府，好不好？安尼较简单嘛。对。啊，但安尼对你较歹势啦。无啦，我去甲你看嘛，不要紧。我去看，但因为我出门吼，吼遐咧规连的人，规下人拢在我行。对。哦，啊，我是开安尼啦。嗯。哦，安尼起码吼，你一个民主的讲，吼，我来催你啊，大家拢来看啊，对。但是这个代志，凭这民主较重要。来，三十分钟以内要到遐见面，你讲，我配合你。就简单嘞吼。就简单嘞，要去就敲落去。都是你啊啦，无别人啊啦，冲落去。绝对听你同意，未讲话则错啦吼。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爱啥，我让你啥。对。这代志就解决啦。唔是啊，伊搬几出嘞？他搬一年啊，我哩搬啊。哎，你看伊搬什么出嘞？便当会。有冇、哦、邀请立委的家属邀请熟悉的立委来便当会。哦，对，那是过年之前啊，过年时阵是邀请立委的家属。便当会结果是安怎？嗯，所以无要参加嘛，对。这个足简单嘞嘛，你要叫我，你就像拄啊嘞，三秒钟就解决啦，对不？三秒钟讲不完，讲三分钟。是。结果你唔是啊，你搞无聊啊，你伫搞零地啊。你著请便当，啊！著叫我所有的，啊！甲阮苏西立委拢招来，我著甲你讲，哈、啊！即马哦，派主要选啊，吼，大家小心的吼。嗯。你是要叫我讲这啰话吗？对呢，啊，所以吼，来，杨老师，这个看起来吼，依照吴祥辉大哥的解读，跟我们一两个月前拿到了资料，苏贞昌是真的有意愿的哦，而且民调显示他是可以。把民进党新北的政权赢回来的、哦、小军，我先来补充一下吼。好，谢老师来换。是，这是足简单的心理。洪露，张洪露，立委啊。对啊。形象足好个啊。对。新北市苏派啊，伊个吴秉睿啊。对，都苏系立委啊。我请问你，即摆便当食落去，啊问张洪露讲。啊！你是支持苏贞昌，还是支持吴秉睿出来选？伊是要来讲话啦，你知这个意思？嗯。所以你这个协调过程是无效的，是这样凝滞的嘛？哦。你吴秉睿也好，还是讲你张宏禄也好，今日做到一个立委。嗯。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因卡到许苏贞昌，还是接苏贞昌的电话，那是清查无立正站好尔啦。嗯。你会足大呀、啊？但要敲一个电话给苏来，苏要敲给因，伊是啥？一定，那一定有什么指示？嗯，伊是安尼，人伊就做到迄个威望。是，所以你点落去，人去喊是啥？人就冲起来嘛。对。你还是硬硬地啊！你要叫附近大大细汉的在变动。哦。所以为什么人苏贞昌不参加？对。就是安尼，你硬硬地啊。哦，所以很显然，关键。在党主席蔡英文嘛，对不对？我们也欢迎哈黄伟汉加入我们的讨论。来，伟汉晚安。主持人好，各位来宾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是的，杨老师，刚刚这个局势里头，我们稍后马上要讨论哈，因为国民党是多人都愿意占首都，可是民进党基本上看起来吹波浪，然后新北的部分
来，关键真的是在党主席吗？来，姚老师。当然是了，我想党主席因为作为新北跟台北两个城市候选人的征召者，因为按照他们党里面的决议，双北已经变成征召区，那当然党主席的那一个分量就显得特别的重。虽然民进党是一个从至少目前来看算是一个民主的政党，也就是基层的声音他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党主席完全忽略，达到一定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在台北市现在争相有这么多人不该来，我这样讲可能不公平，不该来的都来了，譬如说桃园的孙大千，他几乎没有在台北，我的理解没有经营过一段时间，他应该现在桃园根本缺人嘛，他舍桃园得到台北，像张显耀，他也在台北，据我的理解没有很深的经营，他舍了高雄原来他经营过的地方来到台北，这都令人出乎意料之外。可是为什么大家都看台北为一个好摘的果子呢？这一点又跟国民党本身只有间接的关系，而涉及到民进党刚才我们祥辉所分析的，也就是他第一段特别说到民进党现在内部对柯P的反弹，它不是独派的概念而已。虽然最近这个台联的党主席刘一德甚至于讲出来那样子的话，这是普遍的意见，这不是极端的意见。刘一德怎么说？听的人会非常诧异，他说宁愿让国民党当选，也不希望柯P续任。这个你要晓得，从一个台联党主席的角度，他要对全党负责，如果党里面有相当多数人不是这个想法，他讲出来他就等于跟自己党内对抗了，那就表示他代表在台北市还有3%到5%的台联的选票的意见。是是是。那再加上民进党刚才说的不是什么两岸关系，他是一个多方面发出来的一个反弹的声音。好，换句话说，国民党之所以前仆后勇的到台北来，我用一个比较不好的形容词，有点像舍远路走近路，舍崎岖的道路走比较好的道路，它是一个不输的局面。为什么？因为这些候选人算定了，国民党民进党提名台北市也好，不提名台北市也好，都是分裂。提名叫做形式分裂，当然就变成三组人了。那对于国民党候选人来讲，当然是一个捡到的便宜啊，这样讲好了。那如果不提名呢？刚才祥辉兄的分析非常清楚，它叫做实质的分裂，也基层至少我现在的评估，我看到民调大概至少20%以上的民进党的选票，基本的选票差不多就等于10万票以上，甚至于可以往15万票靠近的选票，他根本不会投柯P。柯P现成就损失了上一次85分最基本支持的那一批票，弃投不投，就他弃投，他就柯P只能守70万票。真的会有绿营的支持者去转投国民党吗？这一点我先不谈。他先离开柯P这个选票，是如果这批选票直接去投丁守中或者其他候选人，那其实情势已经翻转，那就从85万开始降哦。你想想，15万，我们就拿连战的票当做基础好了。连胜文的票，连胜文的票，那是60万出头，60万，15万过去他75万，这边85少15万就变70，当场就逆转了，国民党就赢了，不要讲过去，他先损失掉。他就变70了，他就已经非常处在一个，五五坡的局面呢。这个对于每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来讲，都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所以不想让丁守中就这样子取得，因为什么呢？所以国民党这么参选者重，是因为稳赚不赔的生意。稳赚不赔，初选是一个便宜的投资，因为初选没有什么资本投资嘛。初选只要有机会当到国民党台北市的候选人，水涨船高，他就算输，他拿到了比连胜文更高的票，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当场变得不一样。但更不要讲他赢了。所以明天朱立伦会不会宣布参选啊？来，对，因为现在稳赚不赔。因为不会，反正目标在大位的人都不会捡这个便宜。这个便宜是看准了民进党
分裂定了。你提名也好，不提名也好，柯P拿，柯P拿不到民进党全部的票。所以不管民进党提不提名，柯P绝对拿不到当年的85万票。对，拿不到了，不可能的。大概就是70多的那种选票。你想想看他，他因为他已经损失了民进党一部分铁四中的票。这刚才祥辉兄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他不是两岸的问题，他是多管并发的反柯的心态。那这批票虽然的年龄层是稍微中年以上的为主。年轻人较少，是，可是他的那个普遍率非常的广泛，那已经看大概任何一个议员，任何一个政治观察家，像祥辉一样，大概都可以触摸得到。我们大概不需要经意刻意去探访做民调，然后你问一些，我们看那些温和的人，民进党原来支持的温和者，他都会直接讲我不投了，我不投柯P了。